学佛的人信佛所说的话，不怀疑，完全是真的。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，这是像什么人与人的关系，人跟我的关系，我跟人的关系，要回到这个定位，不能对立。为什么不能对立？本来是一体，这个体就在心前，心前的什么发生？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，这发生是一个，我们跟阿弥陀佛一个身啊，只是变现出来的现象不一样。诸佛菩萨随顺性德变现，没有起心动念，现的是法界，法身佛，法身佛所住的境界，华严经上登地才是法身，出地以上啊，往下带的有两物，所以有应身，有化身，应化身。没有一法能逃出这个范围，所以一切法就是一法，一法是一切法。为什么要相亲相爱？道理在此地。他不跟我相亲相爱，他不知道，不知道事实真相。知道事实真相的，主动的给我们相亲相爱，诸佛菩萨给我们相亲相爱，我们凡夫跟诸佛菩萨距离越来越远。